兩個概念的問題。第一就是我們現在的總儲備是25000億，實際盈餘是15000億左右。這樣這個外國經濟學家又說這種做法是什麼呢？ Taxing Hong Kong to fund America， 抽了香港人的税，這裡買國庫債券只有3厘多，這是罪行來的。如果地方盈餘這麼多，但手刮民脂民財去津貼美國人的支出，這個是一種罪行來的。他們每次給政府愚弄，他們甘於給政府愚弄。舉一個例，擺1000億入去長期退休保障基金是沒有用的。為什麼沒有用？因為大家都同意不到長期退休保障基金是怎樣。那個醫保計劃的500億已擺在這裡5年，結果是收賣的。這些錢是怎樣賣？我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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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財政現在的財政盈餘是有成6000億的盈餘。